加简要吼，甲当时一定选举的代志吼，来记录起来，让我引起真大的回响。当时台南是民主的圣地，你迄届的选举内底，议长竟然变作民主的建设地。遐尼侪议员走票，啊，郭秀珠甲咱主动，咱就都也拄啊离遐拢看会出来。但是咱就是讲，哪一档重庆吼翻身，搁再起去吼，咱就是讲真欢喜。但是咱今日看到，伊就要选这个市长，甲当时出个民主进步党叛党的这议员要合作过来。我想，若予伊初选过了，呾拄啊，咱个邱老师咧讲个，讲对民进党提名的迄个地区要参选的人，敢有啥物公平性？无啥物公平性嘛吼。包括黄伟哲嘛同款，郭秀珠当时伫议会内底，安那去主动咱个邓票，大家拢非常清楚。安那去侮辱赖清德，侮辱我本人，侮辱我本人无要紧，大家足清楚。有啊，有看啊。咱今仔看讲，万一黄伟哲去提名。在专门区叫大家支持郭秀珠的时阵，对专门区提名遐议员情何以堪？所以我想，这是一个所党员所反映的，拢是事实。所以我希望党中央会当重视这代的这个抗议。